Welcome to the world of alphabet.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Dr. Working Mom. 我是个90后博士毕业边工作边亲自带娃的新手妈咪，创建这个频道和大家分享摄影、极简、育儿、英语口语这四个方面。本期想要分享宝宝学习认字母的7个好方法。我们腰果同学目前22个月大，不知不觉中26个字母都已经认下来了。下面我们来看看我们都做了什么吧。B C D 这是 A 是什么呀？ A 是 Alligator。 D 这是 D 里面是什么呀？ Dolphin。 哇，那什么呀？把 A 放到手上了。下一个就是各种的书啦，比如说我们最喜欢就是小猪佩奇呀，啪啪 B， 是不是啊？啪啪 B 点读书。最近学到了一个新词，叫做自推娃，突然意识到那就是本人了。没想到腰果也是自推娃一枚，难道是基因遗传吗？因为爸妈都很忙，腰果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玩和自习，非常喜欢点读笔，点了之后跟读居然都学会了。说起来我也是实在惭愧，经常觉得非常内疚。腰果每天睡觉之前也会在自己的床里用点读笔学习一会儿，然后学困了再睡觉。下面一个可以学字母的工具是这种纸壳哦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对，那这是什么？哎，放反了吗？这是什么呀？果，这个呢 ？S 找 S 去了。这边有 S 吗？这有 S。呀，这是 S 吗？哎，对，这是 S。下一个学习字母的工具可能就是各种可以写字的东西啦，比如说画板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那这个画板还有各种的书本、蜡笔，是不是？这里你看妈妈给你写的 ，E 等于 mc 方，懂吗 ？E 等于 mc 方。好像有垃圾啊！哎呦，要吃了 ！No。
不是什么都可以吃的，悠悠。饿了，饿了，咱们吃饭去吧，好吗？来，把爸爸做的好吃的拿上来。如果不吃的话，就 A B C。那 D 呢 ？D 呢 ？D D。一二七，下一个是什么呀 ？H I J K L L。按摩在那儿。我能想到的最近在用的然后学习字母的工具啦，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那个 iPad 还有看电视啦，就有很多视频啊，还有 iPad 上很多游戏啊都很有意思。等下来和我一起玩吧，拜拜拜拜，下次再见哦。好，等有机会的时候给大家出一期推荐的 iPad 游戏还有学习字母的视频吧。只要离得足够近。拜小鸟看啊，对，看对呀，看，对。其实生活中到处都是字母和单词，好奇宝宝们无时无刻不在学习。感谢收看本期的 Dr. Working Mom， 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放到爸爸吧。爹。